你而家听紧嘅咧系圆网台，我系生食食出新生同埋绿色心灵力量嘅主持周小祥。哎呀，呢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灵晶，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灵晶。可以在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 Della， 今日会继续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同大家分享一啲最新嘅自然医疗资讯同最新嘅发现，等你同你嘅屋企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嘅人生。Hello， 袁医生你好。Hello， 嘉良你好，大家好。嗯，袁医生啊，一般女性咧，如果咧不幸咧，就系被诊断咗患上乳癌嘅时候咧，咁好多时候医生嗰方面嘅做法咧吓，啲妇科医生、西医都系咧，就系帮佢咧做嗰个切除嗰、那个。乳即系乳房嗰个嘅手术啦，然后跟住可能就需要做 follow up， 就做嗰啲电疗啊、发疗啊、化疗啊咁样样嘅。咁好似嗰位荷里活女星安祖莲娜咧，佢为咗要减低嗰个患上乳癌嘅风险咧，直情将佢冇事冇干都好啦，将佢两边嘅乳房咧都切除晒。咁其实咁样样嗰个切除嗰个乳房嘅手术咧，系咪真系可以减低呢个乳癌嘅风险嘅咧？嗱，相信大家都喺传媒上都睇到啦吓。咁、呢位荷里活嘅明星添啊，好可惜吓。咁、佢因为觉得自己有家族性吓、有呢嗰个基因方面咧系有倾向呢个问题，咁佢哋毅然咧就将自己嘅。两个乳房都切咗佢嘅。咁、佢以为呢就希望下佢唔会死喺乳癌。咁佢意思就话呢唔希望佢啲小朋友佢啲仔女呢就冇咗妈咁样。咁、但问题呢个即係真相其实係点样呢，好多人呢都女性呢係好多呢係会遇到呢个嘅被发现啦，有乳房有肿瘤。咁、通常呢医生呢好多时候呢尤其是有即系恶性嘅肿瘤啦，好多时候医生嘅建议咧，都系咧就系、切咗佢先讲啦，系咪？咁喺表面嚟到睇咧，啲人都感觉上啊系啊，好合理啊，系、咪？嗰、个癌症嚟噶嘛，嗰、个系肿瘤系癌嚟噶嘛，咁咪最快手咪切咗佢咯咁样。好啦，咁当然啦，咁亦都有一种嘅过去系有一种嘅决定咧，就系、切几多咧？系咪？咁曾经有啲人试过咧，就切即系嗰嚿瘤，咪切咗个瘤咯。乳房咧尽量唔好搞，即系其他周围嘅组织尽量唔好切咁样。咁但系亦都有啲认为咧，为咗安全起见咧，系算啦算啦，切晒佢啦吓，成个乳房切晒佢咁样。咁仲有啲严格嗰啲咧，就两边都切埋，费事有第二边又出现啦咁样。咁呢个 double mastectomy 啦。好啦，咁其实过去呢好多嘅研究发现咧。如果你發現有嘅乳房有腫瘤咧，你就咁切咗嗰個腫瘤同埋個成個乳房切咧，你嗰個存活率係冇乜分別嘅。嗯，即係曾經係有咁樣嘅研究，係冇乜分別嘅。即係你切少又係咁，即係都係整體嚟講咧，都係冇乜分別嘅。咁都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梗係切得越少越好啦，係咪？咁你始終你切咗成個切咗之後咧，當然有好多嘅副作用啦，個淋巴方面啊、肌肉嗰方面咧，有啲即係割咗之後咧，有啲即係其實係有好多不適嘅，好多問題嘅。好啦。咁但系咧，呢、這个系讲系切少，即系切少啲还切多啲嘅讨论啦。咁早年就话咧，其实切少同切多冇乜分别嘅咁。好啦，咁而家最近嗰个发现咧，就话咧，到底需唔需要切咧？系咪需唔需要切咧？咁系咪切咗之后咧，就会减低嗰个癌症嘅风险咧？咁咁最近嘅资料咧，发现咗咧，其实咧系唔需要切。切咗之后咧，亦都系唔会咧系。令到你嗰个癌咧，乳癌咧就唔会发作嘅。原来而家最近发现咧，好多时候咧，用手术去切嗰个啲病人咧，好多时候咧喺一年或者年几之内咧，就发现咧佢嗰个肿瘤咧就会复发嘅。
好多人呢啲經驗嘅、哦、我哋自己都遇過呢啲病人嘅。咁佢有時咧，佢覺得係咁就算啦嚇，即係安心啲啦，切咗佢啦咁。反而咧呢啲通常咧喺一年領裏邊咧啊，就即刻復發嘅。OK， 咁點解咧？咁即係我哋過去，即係我哋見到現象，就而家都先知道，即係開始了解點解咧。咁最近咧，那個 MIT 咧，麻省理工學院咧，發現咧、嗯，其實咧，點解呢啲女性咧係切咗之後咧就會復發咧？咁原來咧呢、這個咧係同我哋嗰個手術嘅拉，因為你切咗之後有拉噶嘛，係咪？你個拉嘅復原裏邊咧係導致女性嘅乳癌咧。手术之后乳癌咧系复发嘅，咁即系话咧呢、這个手术呢个过程，手术之后嘅身体嘅反应咧系导致你啲乳癌咧系复发嘅，咁、好啦，咁当然呢个系都即系几复杂嘅，咁同我哋嘅身体嘅免疫系统有关嘅，系啊吓 ，OK， 咁当时咧即系我哋嘅身体嘅免疫能力，我哋嘅免疫系统咧系个作用系咩咧？系防止我哋嗰个癌细胞嘅扩张啊嘛，系、咪？但系咧，因为我哋嘅切除个乳房手术之后咧，嗰、那个复原嘅过程咧，系、令到我哋嘅身体嘅其他嘅细胞咧系分心，去冇去咧系集中嘅精神咧，力量咧系防止嗰啲癌细胞蔓延，因为咧嗰啲身体咧系太过即系忙于。处理嗰个伤口系，其实系因为都系一个即系切除乳房，其实嗰个肿瘤或者都系一个好大型嘅手术嚟嘅。系啊，咁你身体即系第一嗰、那个伤口要复合啦，咁、仲有身体个免疫嗰个细胞要防止嗰个受感染啦，亦、都要令到我哋嗰、那个嗰啲血管咧要增生翻啦，即系要加速我哋嗰个复原咯，咁即系话咧，咁因为呢啲身体要对付嗰、那个手术嘅创伤咧。身体的免疫细胞是不记得了怎样去做一些事呢，是令到癌细胞不要蔓延去身体其他部位的。那现在这个的研究呢就很明显呢就是讲出来呢，其实呢手术之后为什么很多女性呢手术了没多久又复发呢，就因为这个手术呢是防止你的身体呢是真真正正是处理那个癌 的 扩散的。Okay， 那原来呢就因为呢啲咁样嘅伤口，即系嘅反应吓，即系对付伤口反应咧，系令到呢啲癌细胞咧系到处蔓延啊，到处咧系成长嘅。咁嚟到身体咧，譬如好嘅时候咧，佢会扩散咗去肺啊、肝啊、个脑袋。咁原来点解咧？就因为呢个手术破坏我哋嘅免疫能力，令到我哋免疫能力咧系冇能力防止呢啲癌细胞蔓延到肺、肝同埋嘅脑袋嘅。是 OK， 是那即是很明显、这个是不是还更加比那个乳房的肿瘤更加危险、癌细胞走到肝走到肺、走到那个脑那方面的这样、所以呢就是最重要的是不要只是想着把刀开了就算、就算你不好彩你就切咗嘅乳房吓，但系你最紧要咧，你要做真正要做多啲嘢咧，系树立你嘅免疫能力。冇错啊，喺呢个自己个饮食嗰方面咧，系食多啲健康嘅嘢啊，食多啲食物咧系含有丰富嘅抗氧化。咁呢啲咧先至能够真正系保护你嘅身体咧嘅癌细胞嘅扩散嘅。咁简单嘅食物咧。食多葉綠素咯，係咪？即係我哋有一個好簡單嘅就，我哋教嗰個飲嗰個蔬菜汁啦、紅菜頭啦、芹菜啦、紅蘿蔔啦、那個小白蘿蔔啦、radish 啦，咁呢啲咧係即係榨汁啊，飲多啲嚇，呢啲係好緊要嘅。咁亦都係種醫療癌嘅。咁仲有咧就係嗰啲朱古力、黑朱古力嚇、即係起碼70% dark chocolate 就唔好咁多啲奶啊，唔好咁多啲糖分啦，同埋 berry。蓝莓啊、士多啤梨啊，呢啲嘅抗氧嗰个成分咧就非常之好嘅。咁呢啲咁嘅食物咧系可以帮助你嘅身体咧嗰、那个免疫咧系加强嘅。OK， 咁仲有一样嘢咧，我哋知道咧就好多嘅抗炎嘅工具啦。
亦都会帮助咧我哋嘅免疫能力嘅。咁我哋过去咧同大家介绍过好多啊呢方面嘅抗原工具，其中一个咧就是、贴地线啦，贴地线啦，咁同埋女性咧，亦都可以做多啲sauna 啦，喺个排汗、排汗嘅方法嚟到嚟到将个身体排毒嘅。好啦，详细啲讲呢个研究咧，咁呢个研究咩研究咧？就呢个研究就话咧，佢话咧，佢根据50万嘅美国嘅乳癌嘅病人，跟随咗八年嘅时间，发现咧，就算切除两边嘅乳房都好咧，都冇保护到嗰个女性咧嘅癌症嘅复发。嗱，你可以睇到啦，两边乳房都除咗啦，咁即系起码嗰个癌症复发就唔系乳房啦，冇咗啦嘛，系咪？咁去咗边度咧？去肝咯，去嗰、那个个肺咯，去个脑咯，咁样样。咁所以你可以睇到咧，佢系大部分咧。呢种嘅切咗个即系乳房切除手术咧，其实系冇乜帮助得到佢嘅。咁除非咧有啲人咧有家族性啦吓，有呢个问题，或者有嗰、那个又有卵巢癌啊，或者佢嘅以前接受好多辐射啊咁。咁好多情况之下咧，即系可能少数嘅人吓会有少少帮助，而大部分人咧系真真正正系，就算两边乳房咧切晒咧，都系冇帮助嘅。好啦，咁。发现呢，原来呢，如果你是切埋两边下 ,ok? 即是有啲人是这样的嘛，我一边有事为咗预防呢是好嗰边都切埋，即有钱都咁解啦。好啦，呢、這个研究发现呢，如果你是切咗两边，包括冇问题嗰边呢，呢种咁嘅手术嘅步骤呢，是令到你嗰个癌嘅回复率呢，是由 4% 去增加到13%，哇 ！OK， 系增加咗啲添嘅，吓咁好多时候啲女性咧就唔知道啦吓，因为惊啦、恐惧啦，咁咧就啊好啦好啦，两边都切晒啦咁样，咁其实发现咧，因为呢个嘅手术嘅创伤咧系会破坏你嘅免疫能力咧，系令到你嗰、那个。回复嗰、那个即系 relapse 嗰、那个那个比例咧，系仲更加高咗嘅。OK， 咁当然啦，当每一个人咧遇到呢啲咁样嘅癌症咧，都系一个好大嘅好大嘅压力啦，系咪？咁好多时候咧，佢哋都即系不知所措。咁好多就系喺个一般嘅医学嘅传统医学里边咧，好多时候咧都以为咧。啊！呢、這个嘅胸部切咗之后咧，就系最有效嘅方法啦。咁样咁，但系咧，事实上唔系嘅啊。咁点解唔系咧？因为癌咧系一个新陈代谢嘅病，就唔系一个肿瘤局部嘅细胞嘅病。细胞异变咧系因为我哋嘅本土嘅身体嘅本质嗰、那个环境、那个土壤出现问题，毒素增加、酸化咗、养分不足。呢啲嘅情況咧，係導致我哋嘅免疫失調，而導致細胞異變嘅。咁所以你真正有效嘅治療咧，就唔係將嗰個瘤切咗佢，或者將個瘤用化療咧係縮細咗佢，或者攞電療咧係電死佢，係發現咧呢啲係無效嘅。咁希望咧不久將來咧，我哋呢方面嘅資料咧係真真正正公開俾大家知道啦。咁知道咧係醫療癌症咧係有更加安全嘅治療嘅方法。就而家嘅开刀咧，化疗电疗，化疗电好多人都知道唔想做噶啦，咁但好多人以为，咦，可能开刀仲有啲价值喎，咁样，咁而家起码喺个好似觉得副作用冇咁大，系啦，咁但而家已经睇到咧，喺乳癌嗰方面咧，其实系冇用嘅，亦都唔会减低你癌症死亡嘅风险。系啊。剛才就聽咗袁醫生同嗰個研究報告嘅分析上面呢，因為呢其實呢就真係你切除乳房嗰啲唔係一個呢簡單嘅手術嚟嘅。咁、那個傷口呢亦都係真係好大嘅。咁所以個身喺當時嗰一刻嘅時候，你個身體狀況呢係真係去到一個好差嘅點嘅時候，咁真係會係縱容咗嗰啲癌細胞呢去周圍走啊啲嘢咁樣嘅。咁所以大家嘅聽眾啦，都係要好好地保持自己嗰個健康，做返多啲嘅真正預防
癌症嘅方法，收听到我哋渔网台嘅节目，去揾到一个真正预防嘅方法，就唔好随意啦。有效嘅治疗方法，就唔好随意就谂住咧，以为系咁样可以帮到嗰个身体嘅状况啦。好，今日我哋又多谢晒阿袁医生同我哋嘅分享啦。今日我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如果各位有啲急切性嘅问题，可以打以下呢个电话同阿袁医生做一个会诊。电话是 2577-3798， 而海外的听众亦可以透过 Skype 和袁医生在作一个网上的会诊，可以 email 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 YouTube搜尋自然療法與你，就可以聽翻我哋嘅節目噶啦。唔該曬你，袁醫生，拜拜。多謝大家收聽，拜拜。